好，我们看这一题啊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个人哈，身高1.7米啊，然后以等速率哈，这个 v 哈，由高哈3.4的这个灯上面哈，这样走过去啊。好，那么他说哈，此人头顶在水平地上的影子，哦，就是这个那个灯光这样照过来，影子在这里，这是他影子，头的影子。它速率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？这我们看哈，这个呢，影子的那个位置哈，是那个人位置的2倍，也就是说这个或者我们叫二，好，二代表影子的位置，它是一代表人的位置。我们知道这个影子的位置哈，是人位置的2倍。为什么是2倍呢？因为这个是1:2，这个比这个是等于这个，啊比上这个，哦，啊这个呢，比上这个就是1:2嘛，所以这两段就一样，所以这是1:2。好，所以 S2 是等于2倍多少呢 ？S1 啊。好，啊我两边哈，给它取变化率，哦，取变化率就是那个速度。所以 V2 哈，等于2倍的 V1， 我们的 V 的速度是 V 嘛，所以是等于2V 的，所以答案是2V。所以这一题的话，应该是选 C。